天马呦啊，还真跳不死啊。阿罗哥哥啊，叫哪？来落太阳。讲哦，说说有样，你看呐、啊，时光匆匆一过就二十年了。你看呐、啊，哎，你也得知啊，过嘛该啊，以后啊，这状态以后要会出人头天。你看呐、啊，都别下来，你看，细细这个天路，你啊，有啦有大啦，咪太天路，天天呐，哎咋，哎呦个咋啦啊！行出去后，那我买你见笑啊，哎哦哦，你俩见面啊，这个做做坏事啊，怎么哎呦你目该无用用到天路，妈台妈水，嘿咩，个班长已经见笑个啦，我目该叫咱目该天路事啊。哎哦，出去我买蔬菜啊，那太子爸已经讲哦，今老日查太空广播，哎在，哎哦，来变皮全磨了啦。走，哎呦，欢喜欢喜就欢喜啊，欢喜欢喜就欢喜啊，欢喜是真大啦，哎，头发无啊。伢婆个你啊一模送快，你结婚结婚伊欢喜嘛该啊。阿孙呢，你家己家你老母讲啦。阿妹，啊，爸的，难道你讲这意思啦？你莫阿妹啦，啥个意思？来托朋友的呢？啊，你该讲笑的无啊？阿爸，阿爸呢？小花，阿舅带个出去的时间，来看到一只姑娘啊，长得清俏呢，不错。来了阿舅，去见姑父，去讲情，讲好些。阿姊的，你阿阿妹爱笑你了，拜托啊。肯定哦，那家的姑娘爱有勇气啊哈，爱哦爱会牺牲啊，其实个乡村，哎家本意了咱个天罗天天啊，哎在。阿妹，啊，阿唔公啊，老二公哦。用咩？虽然讲个陈小姐啊，愿意嫁过来，如果求不了条件，那我麻烦你天涯同天数，咱来完成啊。哈，阿志姨啊，佮讲有条件嘞哦。是啊。哎哦，有样啊！哎个，你说的这个啊，单等通知，当个月，经过某个条件，自己哦，阿妹啦阿爸，做得做得多，给天老爷万岁。嘿嘿，你了是天做得多，提得条件。哪个？金铺堂。金铺堂。咩？阿四姨，咩阿妹会讲啦？哎，你不卡，几多钱是蒙充啦？哎，唔该唔爱钱呢，买个金葡萄，阿爸一赚钱有无种红金轻易厉害啊？无种红金爱多钱，爱多黄金金葡萄。你这糖豆一个条件，天天是暗饭喏，还有天时天啥？哦，天一早我来买。天一早就云葡萄。阿妹啊，太子家有糖豆么？天个条件啊，金葡萄。天界金菩萨，哎哦，拜托啊，太子啊，你阿不看看你阿多个金银财宝，做了阿用不给事呐，哎在阿自己啊，哎哦，没哪会讲呢哈，你俩哈身材有样啊，哎哦，肉包的大叫又气莫肥哦，阿爸咩就讲嘛，跟阿差唔多呢，我意思讲哦，这样好容易讲的啊。哎呦，打耍欠海了王刚啊啦！真唔会咧，还有哦，还有啊，披萨个条件啊，乜解？金银财宝准入行，有听到无？天哪！来拜庙，来拜庙，我努力。你的土是唔是我的欢喜？你的无忘白天做卖吼？哎呦，啥白忘塞田的无？哎呦，阿姊，免挨讲，一生介条件，
金葡萄，用葡萄。第三届金运财财宝走路行，爱赞阿四，我老伊讲，就说伢没有忙到民从账啊，一杯春啊，伢无春安多钱。讲，伢子你安心不存钱，哎呦，夭寿哦！哎，阿妹，哎，你当作伢没自己的房间啊，民从当然没存钱的。你哪有房门呢？哎，干嘛存钱？啊，这阿妹的事情莫拿来讲。哦，阿妹，哈，搞麻烦你三三年呐。他人还钱个卷卷财宝转来啊！哎呦，我咩阿志义耶，拜托好无？人伊钱个卷卷财宝，迄咩做诶？阿母唔会治咧，阿爸老阿妹两嫂，两人个年纪啊吊起来吼，哎呦，不能说咧哈！哎塞，迄个两嫂两人老人家，出面我背人伊钱卷卷财宝会治咧哈！来你啊哈，早上提我，来两嫂行过提一个便利商店，行过叫佮我传提。那还唔做了哦？叫我不打，叫我现金查落用点么？阿妹，啊，你唔记得了呀？哎，我卡喊你做阿 Q 啊！哎呦，错过阿 Q 上面。嘿，不叫你啦，你来啦，叫啦。太闷你，你希望伢伢只孙呢做个兔姑娘嘛？会当娶好不？会当可以娶好不？会啊。你让我去查无？好，麻烦你哈，麻烦你给我那爸去杀死。哎哎哎哎哎，什么事？都是黑工啊，老子下辈子给你杀出来。阿姊，阿你干么？没有我，你是黑工啊，阿种话，太衰呢！你干皮啊，你阿爸下辈子给黑暗鬼阿伢没爱用的哦。咩啊！你讲啊，黑阿舅将阿爸下辈啊给杀出来咩？哎，那就唔讲咯，我还讲，让阿爸平常时准把脚条拿出来啦。哎，阿婆哩，脚条咧，讲到暗中，讲把个下辈啊给杀出来。把脚条来拿啦。来，去家里，欺负伢自从民从带下民从下卡，一支脚条一支头拿出来，出来。哎，听我听。拿落来。阿妹，这条拿好些嘞吼，搞麻烦你，咱还难嘞喏。难嘞，难嘞。对。你靠什么啦？咩叫路条咩容易？哎呀，对呀，咱还难得，俺土地就去拿。阿爸。钱数落来。阿公已经收买了，哎呦，俺钱到了。丢丢好些了。阿爸。啊啊！你都喊出门啊？好，喊出门啊！哎呀，伢没做球的对啦。好嘞，还好嘞。还好嘞，阿爸。啊，关门。我关门，好好好。我做起了耶，做好耶。喊喊喊，哎，我去别跑步喽。哎，喊到那边去了。喊出门就出来，用动。用动。咩啊？挨你阿十分，挨你阿一十分无导航的，咁几种方式。好，五百步向东，五百步。向东咩？你老来讲张树片啊，种豆树片啊。真树片。真树，真树咩啊？真树。哎，你头脑秀多，你阿奇啦。哦哦，我挨那个你阿奇张树的。天哪！啊，行五百步啊。五百步。有看过一句话吗？腿腿当作衣，千军万马三心意，千里路途五六铺，古说英雄五铺就五百铺，一铺两铺三铺四铺五铺多了多了，你看哪？阿姑，哎，阿 Q 阿姑，阿姑。没爱过红萝卜，嘿咩阿姑，没讲红萝卜咩？阿舅，阿姑，为我母阿兄弟饿了。
你笑啊哟！阿孙子啊你，阿孙公阿弟你哋个，咩？拜托你好不？那你阿水笨咩？现在不用咩的。咩啦？迄阿妹骑个咖啡啦，我拿不起来，去得得啦。哇！阿弟啊，真的。阿志，伊都金嘞，金嘞，金嘞，伊多嘞。唔好啊，真紧要嘞吼。阿志啊，叫金嘞按多吼，你看啊，哎，伊闪闪天天呐哈。太子讲吼，要莫带宝夫诶，莫带着宝夫诶出来哟。哎，就蛮开咩咩，莫带着宝夫诶出来，哎呦蛮带电哦。阿妹，你用我的木囊来拿电哦。好，佩姐，来拿你用石头当当本。你喊人家得好了，得死！唔该，唔该，我来顾好嘞。我出去，我去全力呀，好多，我就接电了都。阿妹，啊，阿姑，哎，麻烦你，把这个扛上去，拍点有用的存起来哦。哦，好好好，扛上去，扛上去，扛上去。过来嘛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兄。用条啊，张树片，你还剁树片，嘿么？剁树片，夯，五百铺，五百铺，哎呗，好。啊，记了记了，哎，记了，好，错错错，好，好嘞，到嘞，到嘞哦，阿姑，哎，你起去头前看卖遐东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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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有一个草堆啊？嘿，今日去遐报看卖，是不是有一只金马车在遐？哦吼，喂，阿妹有看到无啊？你后头嘛该二点哦，这个。这童话故事第八都叫灰姑娘啊，叫南坡马车啊，金龟马车，也是提三十条天，哈，金运财宝春路行的金马茶，哦，金马车，茶，车，茶，茶车，啊，没车车，没啦，茶，哎，没啦，这提三十条个，哎，听你解的，桃花解对咩？哦，要到下个转悠呢。哎呦呀，妈！哎呦！哎哦，是太有呀！阿龙，阿姑，哎阿妹，你要干嘛？没啊，你会讲吧？不会讲。阿姑，卡顶下你闹闲的话，就麻烦你甲我遐银银财宝载咧，用银马车载去帮我带亲来哦。好好好。哎呦，你还是马上会去的吗？你会讲吧吗？你会讲话吗？你会讲吧吗？不会烟了，不要烟了。烟够了。烟打掉。咩啊？阿志啊，迄你啊哈会起迄无啦？靠！哎，不讲话啦！不讲话了啦！天啊，讲不讲话，要甲你食落啊！阿妹，听我讲麦。咩？甲意思讲，迄你哈马上会起无？是啦是啦，破钱紧急的，你心心跳的。阿Q啊，咩？哎，别别，阿龙，本人咩都敢，忙就忙开。阿龙啊，你啊哈。小伢孙的意思，哈、哦，来去将迄金马茶第八度寿油加那个金元全部摘掉，来去诶，嗯，给给马家小姐啊，马家小姐，哎哎，什么小姐？叫啥名？陈如意。啊，陈如意啊，你今不还说在吐钱点嘛？哦，滴滴滴。啊，听听听。啊，那个田螺子啊。你啊吼，你啊寝室贪好嘞，然后阿爸哦扔六十钻去，我着水母给冻掉嘞。阿妹，啊，新球忙拖钻哦，用做的水母啦。没啊，意思一讲吼，去准备哦日本式的东西啦。好好好，阿爸看看看看。哦。我只是讲三年又多了，啊！来上电看来看去，来放喺桥梯，难买公交车，看有准备好来出电看下咧。好。
钱的青菜得了吧？真安全哦！哎呦，也做对了。你看，俺们会讲个条件，你有准备好无？准备好了，全部准备好。三件准备好了，三样全部准备好了。对，哦哦，哎，俺们。